大家好，这一集我来教大家编织鸡腿熊鸡蛋袋。这款鸡蛋袋非常可爱，而且编织方法简单，只有一种短针针法。下面我来教大家具体的编织方法。这里我选用比较粗、颜色较鲜艳的线材为大家演示，具体的颜色和用线大家看图解。首先是环形起针法起针。将线头在左手上绕两圈取下，左手带线，捏住线圈，钩针穿入线圈，绕线拉出，绕线，拉出钩针上的线圈，起针圈完成。我们编织第一圈六个短针，钩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钩针绕线，带出钩针上的线圈，一个起立针完成。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作一针。钩针穿入线圈，绕线拉出。此时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绕线，同时拉出这两个线圈。一个短针完成，继续第二个短针，穿入线圈，绕线，拉出，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绕线，拉出这两个线圈，出。第二针完成，三。四、五、六，编织完成之后，收紧线圈，先拉紧这个线头，使起针圈两根线中的一根缩短。我们拉紧缩短的这一根线。然后再拉紧线头，起针的线圈收好之后，我们在这一圈的第一针位置编织一个引拔针，钩针挑第一针上面的两根线，绕线拉出，再次拉出钩针上的线圈。拉紧，第一圈完成。接着第二圈，编织一个起立针。每一圈开始都要编织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结尾编织一个引拔针。钩针穿入针目，挑起上方的两根线。编织六个短针加针。也就是在每一个针目上编织两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完成。编织时可以将线头放在钩针上，将线头带到织物中。两个短针加针。三针，四针，五针。六针。完成后，在第一针位置引拔结束这一圈。第二圈完成，接着第三圈立锁针，先编织两个短针，接着一个短针加针，
这一圈重复这个规律，一共编织四组。两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第二组完成。两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三组。两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四组完成。引拔，结束这一圈。第三圈完成，第四圈立锁针，这一圈不加不减的编织短针，一共16个短针。16个短针完成之后，引拔结束这一圈。第四圈完成，接着第五圈立锁针。首先编制一个短针减针，这个针法一共需要2个针目。我们分别挑这2个针目外侧的这一根线。此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。钩针绕线，前2个线圈拉出，再绕线，拉出剩下的2个线圈，短针减针完成。接着编织2个短针，一组完成。重复这个规律，一共编织四组。一个短针减针，2个短针。两组完成，一个短针减针，两个短针，三组完成，一个短针减针，两个短针，四组完成。在第一针位置引拔，结束这一圈，第五圈完成。我们按照一至五圈的编织方法，编织两个织片，其中一个断线，一个不断线。断线的最后编织一个锁针，拉紧之后断线。骨头织片一至五圈编织两个，一个断线，一个不断线。编织完成之后。我们将这两个织片挨放在一起，两个织片一针对应一针的编织3个引拔针。断线的这个织片可以从任意一针开始编织。首先，钩针穿入不断线的这个织片。编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编织引拔针，钩针一针对应一针的，同时挑起这两个织片对应的两针，绕线拉出，再次拉出钩针上的线圈，一个引拔针完成。再次一针对应一针的，同时穿入这两个织片的第二针，
绕线拉出，再次拉出钩针上的线圈，两个引拔针。第三针，同样是穿入两个针目，编织引拔针。三个引拔针编织完成。这样，两个骨头织片的一到五圈连接在了一起。接着，我们编织第六圈。首先编织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接着编织三个短针。我们从引拔针后面的这个针目开始编织三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，接着三个短针并一针。这个针法需要三个针目，同时挑这三个针目外侧的这根线。此时钩针上四个线圈，绕线，绕线拉出前三个线圈，再绕线拉出剩下的两个线圈。三个短针并一针完成，接着编织六个短针。前三个短针编织在此时的织片上，一、二、三，剩下的三个短针编织到另一个织片上。这里有一个孔洞，大家可以在这里编织一个，两个短针并一针。这样孔洞就消失了。这两个短针并一针相当于一个短针。这是第四个短针，五、六，六个短针完成，接着编织三个短针并一针。钩针分别挑起这三个针目外侧的一根线，绕线。从前三个线圈拉出，再绕线拉出剩下的两个线圈，最后再编织三个短针。一、二。三，完成之后，在第一针位置引拔结束这一圈。第六圈完成，接着第七圈立锁针，先编织五个短针。接着一个短针减针，一组完成。重复这个规律，再编织一组五个短针。接着一个短针减针，
最后在第一针位置引拔结束这一圈。第七圈完成，接着编制第八圈12个短针，先立一所针。12个短针完成之后，引拔结束这一圈。第八圈完成，接着编制第九圈，挑内半针，不加不减的编制短针，一共12个短针，先编制一个锁针。内半针，每一个针目由2根线组成，远离自己的这半针为内半针。我们挑起内半针，不加不减的编织12个短针。一、二、三，每一个针目都是挑内半针进行编织的。编织完之后，织片外有一根线，完成之后，引拔结束这一圈。接着，我们取一些同色的线头，将骨头进行填充。接着编制第十圈，6个短针减针，先立一所针。接着编制6个短针减针。完成后，引拔结束。留一些线头，断线。接着，我们收紧开口。缝针分别挑最后一圈针目外侧的这根线，将线头穿过。
开口收紧，可以多收几针，然后收线头，断线。骨头支片编织完成，接着我们编织鸡腿肉的部分，也就是鸡蛋带的主体。首先，我们拿出新线，在骨头第八圈剩下的这外半针上编织12个短针，钩针穿入第八圈剩下的外半针，绕新线拉出。编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编织12个短针，12个短针完成，在第一针位置引拔结束这一圈。鸡腿肉的第一圈编织完成，接着编织第二圈。先立一锁针，第二圈不加不减的编织短针。一共12个短针，完成后引拔结束这一圈。第二圈完成，接着第三圈立一锁针，先编织一个短针，接着一个短针加针，一组完成，重复这个规律，一共编织6组，一个短针，短针加针，两组。短针，短针加针，三组，短针，短针加针，四组，五组。
六组，淋巴结束这一圈，第三圈完成，接着第四圈立一所针，先编织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接着再编织一个短针，一组完成，重复这个规律，一共六次，一个短针。一个短针加针，接着一个短针，两组。三组。四组。五组，六组，引拔结束这一圈，第四圈完成，接着第五圈立一所针，先编织三个短针，接着一个短针加针。一组完成，重复这个规律，一共六次。三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两组，三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三组。重复这个规律，完成这一圈。第五圈完成，接着第六圈立一所针，先编织两个短针，接着一个短针加针，完成后再编织两个短针。一组完成，重复这个规律，两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两个短针，一共六次。第六圈完成，接着第七圈立一所针，首先编织五个短针。接着一个短针加针，一组完成，重复这个规律，一共六组。第七圈完成，接着第八圈立一所针，这一圈不加不减的编织短针，一共编织42个短针。接着第九圈至第十七圈与第八圈的编织方法是完全相同的，都是不加不减的编织短针，每一圈编织42个短针。大家自行编织到第十七圈完成。
第17圈编织完成，接着编织第18圈，立锁针。先编织5个短针。接着1个短针减针，一组完成，重复这个规律，一共6次。5个短针，1个短针减针，2组。继续重复这个规律，完成这一圈。第18圈完成，接着第19圈，立锁针。这一圈不加不减的编制短针，一共36个短针。19圈完成，接着第20圈，先编织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接着重复1个外钩长针，1个内钩长针，一共18次。首先编织外钩长针，钩针绕线，钩针在外侧挑起针目侧面的小立柱，绕线拉出。此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，前2个线圈拉出，再绕线，拉出剩下的2个线圈，1个外钩长针完成。下一针编织1个内钩长针，钩针绕线，从里面挑起下一个针目侧面的小立柱，绕线，拉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，前2个线圈拉出，再绕线，拉出后面的2个线圈，内钩长针完成。接着我们重复1个外钩长针，1个内钩长针，一共18次。外钩长针，在织片的外侧挑起针目侧面的这个小立柱，编织长针。内钩长针，绕线，从织片的内侧挑起针目侧面的这个小立柱，编织长针，2组完成。3组，4组，5组，6组。按照这个规律编织完成这一圈。一圈编织完成之后，在第1针位置引拔结束这一圈。完成之后，锁针固定，断线。把线头按照织片的纹理收进织物中。
这样鸡蛋袋的主体就编织完成了。我们将引拔针的位置作为鸡蛋袋的背面。我们将鸡蛋袋调整好，骨头的正面对着自己。调整好之后，在鸡蛋袋的两侧编织挂绳。每侧的挂绳编织在内钩长针上，钩针挑起内钩长针，绕线拉出，带入新线，编织锁针，一面编织，一面把线头收进织物中。锁针的长度根据自己实际需要进行编织。我这里编织的是小样，编织的比较短。我这里为大家演示一下编织的方法，所以编织的比较短。一面编织完成，另一面也按照同样的方法编织第二个挂绳。在实际编织时，按照自己的需求编织合适的长度。两根挂绳的长度要相同。挂绳就编织完成了，接着我们将挂绳穿入鸡腿蛋袋的最后一圈，从外钩长针中穿过，钩针挑起外钩长针，将挂绳从外钩长针上穿过。一共穿过九个外钩长针，另一面也按照同样的方法穿过九个外钩长针。两个挂绳穿入的方向都是相同的。同样都是穿入九个外钩长针。
挂绳制作完成，将两个挂绳在一起打一个结。主体编织完成。耳朵的编织方法：环形起针法起针。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第一圈，先立一所针。第一圈六个短针，收紧线圈，第一针位置引拔，结束这一圈。第一圈完成，接着第二圈立一所针，这一圈编织六个短针加针。引拔，结束这一圈。完成后，锁针固定，留缝合用的线头断线。耳朵织片编织完成。按照同样的方法编织好另一只。鼻子的编织方法：环形起针法起针。先立一所针，这一圈编织六个短针。完成后收紧线圈，引拔结束。这里也可以采用隐形收针法。编织完最后一针，留少许线头断线。钩针从后向前穿入第一针。将线头带到织物的背面，钩针从后向前，从最后一针的中间穿过，绕线，将线头再次带到织物的背面。这样线头就收好了。收针完成之后，我们将线头带到织物中。完成之后，将多余的线头剪断。
鼻子制片完成。接着，我们用单股线在鼻子制片上绣出鼻子和嘴巴。从起针圈穿入线，留少许线头。在制片的上半部分，先绣一个三角形。然后把这个三角形填满。最后横向缝几针。在织片的下半部，缝一条竖线。做嘴巴，缝好之后断线。鼻子织片完成，所有配件编织完成之后，我们进行组合。首先把鼻子粘在鸡腿肉的13到15圈之间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找好位置之后，涂背面涂一些酒精胶，我们参照中间的这个外勾长针粘鼻子，这里就是制片的正中间。然后我们在鼻子两端各粘一个平底的眼睛，眼睛底部涂一些胶。粘在鼻子旁边，距离约2个针目。眼睛粘好之后，我们缝耳朵。接着我们缝耳朵，耳朵制片的四周稍稍向外卷起，缝在眼睛的两侧，倾斜着，顶端向内倾斜着缝。从第14至15圈之间开始缝，1、2、3、4。底边距离眼睛约3个针目。
一直缝到第18和19圈之间，顶端距离眼睛约2个针目，也就是缝到这里。缝好之后收线头，一只耳朵完成，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另一面。鸡腿熊鸡蛋带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